最近州政府的没有这个在那个就它有一个关于低智学啊对低智公园的一个建议的建议问题了。我们工会的意见是认为他选的地方不大适合这东西。他应该他选的哪里啊？他选是在这个仙邦布莱耶链，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开采了，石矿已经开采了，整个就是面目全非了，整个地方那里。我们觉得要一个地质公园 natural heritage 啊，应该是在好像沃顿布隆的地方，应该更适合。它又有它那个地方还没有开采是那里，还没有开采，全部是 natural 还是很自然的观景那里没有。并且它有很漂亮的山洞啊，有那么可发展为很好的旅游业，不是它目前所认定的地方，因为那地方以前开了石矿、铁矿、锡矿，几十年在那是石矿跟锡矿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工会就是认为那个地点不适合。为要申请为这个自然观景、自然的个 heritage site 嘛，对不对？像你们准备怎样做？我们有反建议啦，像政府反建议。就我们建议是在这个瓜登波隆那一带，对，更适合。那边瓜登波隆没有开采。还没有开采，就是还没有开采。周边也没有。周边，周边它是对面的路了喽，离开很远，离开很远啊，对不对？离开很远，也是有一个石场啊。不是有也有一些市场在里面，但是不是不，你国东部是在隔了一个大马路吗？隔了一个大马路，隔了一个我们的这个我不是南北大道了，我们是欧洲联邦大道，就隔了一条联邦大道嘛。不是，国东部那么一跑下去是在左边嘛，它那些市场不是在右边嘛，并且它离开这个联邦大道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嘛。过了吧，到定多。离开联邦大道还是五六公里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它这个自然观景还是没有还是没有破坏掉了这东西。那么你们本身会不会去见有关当局？当然会，这个当然会。你计划什么时候去见他？我们计划的，我们要看他们有什么时间给我们那东西嘛，因为他们说也会跟业主对话啦，这些东西那东西。我们以工会的立场来说，那边我们要把我们的立场先说明嘛，那东西那东西。你们希望能够会见有关当局？有关当局。一方面，这个建议这个 Joe Buckley 是学者的说话，是 NGO 跟学者的说话。不是州政府的建议，也不是旅游局的建议嘛，这东西。你们怎么办？所谓的那个计划就是地质公园吗？政府根据他在新州日报的跟蒙特利萨的他的这个 statement 来说，这个东西不是会嘛，这个还有相当一段的时间才会实行的，对不对？这个是州政府，这个地质公园是 NGO 的 suggestion 嘛，这东西嘛，政府可能会我相信会有很长的时间才会去建啊。但是我们只有在他还没开始之前说起计划了，这东西。工会不反对地质公园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是说地点跟时间，这个是问题了。